弟兄姐妹平安。按着我们所翻到的圣经，我们一起恭敬的齐声来朗读，请。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我们仍然齐声的来恭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请。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恩，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着你的话，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样的一个属灵势力的氛围当中，说唯有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副的，你所赏赐的属灵军装，让我们有智慧，也让我们顺服，能够穿戴你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这个黑暗悖谬的世代当中，我们成为你所嘉许，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征战的战士。愿我们在一切的征战当中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恭敬地向主来仰望。愿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因着你的话，我们要大大的受激励，同心的感恩，有声无声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如何的认识属灵的征战？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影，看什么电影？战争片。人类历史上经过了一次二次的世界大战，两次的战争，拍了无数的战争片。那时候因为我们年纪小，男生看到战争片都觉得很过瘾，好像看完武侠片从戏院走出去觉得自己会轻功，看完勇士们，我们那个我一讲完勇士们大概就知道我们是什么年代的。看电视每个礼拜五，记不记得是礼拜五对不对？好，你看那个当时的那个三台的节目，那是必看的节目，觉得过瘾的不得了。慢慢的我们有一点年纪了，我们才知道战争的可怕，战争的可怕。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娱乐，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保罗形容他的人生就是在战场上面。在旧约当中，大卫就是一个战士，一生都在征战。其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是我们活在非常真实的一个战场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尤其来到传爱，我觉得传爱是一个赞美，一个
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啊。每一次看到听到弟兄姐妹唱诗，我不禁想到说，我很羡慕敬拜啊。难道我们基督徒人生只是敬拜赞美吗？除此之外，我们都在那个非常严厉的那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这是我们共同有的经验。如果你告诉我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里面没有征战，坦白说，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信主了。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个人很清楚，我觉得我蒙恩得救之后，我想想，我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不知道什么是得罪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当你越认识神，越亲近他，你越感受到那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征战，无论是从世界上外在的诱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情欲，那样的一种的勾结，一种的那个心思意念，在你，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战场，是无时无刻都在征战的当中啊。那么我们越亲近神，你在加拉太书当中就说，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圣灵是跟什么？跟情欲是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无休无止的，无休无止，不能够去做那个圣灵要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所以那种内忧外患、心思意念战场，尤其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从新闻上面你看到我们在台湾的整个的政治的局势，看到美国整个的全世界的局势，你会知道不只是一种战争的规格模式，有贸易战，有金融战，有货币战争。尤其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共同经历到那个新冠疫情，大家戴着口罩，我觉得那种看不见的那些战争无时无刻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四周，也让我们真知道圣经当中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到极处。我觉得甚至于在这个末世时候的好多的人那个心思意念，如同保罗所说的，在那个末世的时候，那个人越来越坏，心思意念越来越坏，卖主求荣，好娱乐，然后没有亲情，这样的更可怕的这个时代。尤其我读到了启示录，我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在那个别加摩的教会当中，甚至在教会当中有留下那个撒旦的那个位置，这个都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属灵的征战。俗语说知己知彼，怎么样？百战百胜。我们要认识自己，不只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软弱，唯有来亲近神，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灵那边来支取能力，在征战当中我们有得胜的机会。如果你要一个人要靠肉体，要靠你自己，靠你的经验，我诚实的说，你没有获胜的机会啊。撒旦，我们刚所读的那个经文，撒旦像什么呢？这里的形容说，先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行走，吞吃那些可以被吞吃的人。所以我不禁要思想，请各位一起来思想，到底谁是那个狮子在游走的时候要吞吃的对象？我们有没有人承认说，我可能会变成那个被吞吃的对象？我们可能我们的无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没有竭力追求更认识神，我们就不知道去顺服，也不知道要去使用那个属灵的全副的军装。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军装在征战当中，你就没有得胜的几率。而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预备，你如果不是一个谨守的人，不是一个警醒的人，那你正是那个狮子要吞吃的对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危言耸听哈。今天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不只要知己知彼，另外呢，过于不及，过于不及，觉得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提醒各位，这正是要被吞吃的可能的对象啊。那过于不及都不应当啊。我们继续的一起来思想，究竟谁是
那个撒旦要吞吃的对象。刚刚我们一起攻读，读到以弗所书六章，看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军装究竟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节一直到二十节，谈到这个军装有救恩的头盔啊。那么我们可能尤其是资深的基督徒啊，我不要说老油条基督徒啊，我觉得哎呀，这个我都知道，我看到牧师定的经文，我就知道今天牧师要说什么了。我们的心不再渴慕神的道。当我们坐在台下，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多经验，我们听了太多了，属灵上我们都很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失去了对真理的渴慕。救恩的头盔是指我们对于整个的救恩论，对于那个救恩是不是在你的在你的整个的知识，在你的头脑里面，不只是成为你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验经历，更重要的是头部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器官，要把头保护好。上战场的时候，你看了电影看了那么多，上战场的军人是不是有戴上头盔，戴上保护头，对不对？戴救恩的头盔，救恩就是保护我们的脑袋最重要的。公义的护心镜，心脏重要不重要？重要，对不对？用公义的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心脏，用真理的腰带，男生可能服过役，用那个 S 腰带是很宽的，对不对？把那个腰扎起来之后怎么样，就有力量，我们的腰一被竖起来。所以你看牧师不是一个好见证，肚子那么大， S 腰带要放到 最长的，让你们绑住，绑不住就没有力气，就没有力气。那我年轻时候不是这样，求主怜悯。那把那个真理，你有了真理树上的腰里面，就是指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有能力的，具有能力。你要渴慕真理，让真理紧紧的跟我们的生命是有连结的。有圣灵的宝剑，唯一的一个攻击是靠圣灵的宝剑来攻击。另外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平安福音的鞋子，我们随处传福音，成为一个这样生命有目标的人。信德的一个藤牌，就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活出来，有见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是有馨香的基督徒，是那个撒旦的那个恶者的火箭没有办法来攻击你。那么以上所说的是保罗，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经验啊？一些解经学者就说了，因为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是跟那个在罗马正在监狱里面跟那个兵丁是绑手绑在一起的，他可能看到一些解经学者这样讲，所以让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一个看见啊。但是经上这样说，就让我们真的清楚到那个属灵的军装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要有的。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认识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去使用，我们有没有去顺服，有这样的军装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配备当中，以至于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清楚一个好的器皿。你对于整个的救恩有领受，你对于整个的救恩，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啊！不只是我们嘴巴能够讲，我们也成为有见证的基督徒。在这里都是属于全副的军装，是全备的，整个的福音可以帮助我们。同时圣经当中对于撒旦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刚刚我说到知己知彼，对不对？我甚至常觉得现在末世的人比撒旦还要坏，比撒旦还坏。因为我们看得到人，就是人被撒旦邪恶的那个势力附在不清楚真理的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成为撒旦的瑕疵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比撒旦还坏。我们会把自己犯的罪推到撒旦的身上，那是恶者，不是我，不是我。所以我们对于知己知彼，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需要认识真理。在圣经当中，撒旦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抵挡。抵挡谁？抵挡谁？就抵挡主。撒旦就是抵挡者。撒旦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他也是控告者。
那个控告无所不在，那个控告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老是被控告。如果我们被控告的时候觉得你不够好，或者你要成为一个行律法的基督徒，那这些都是恶者的那个控告。另外呢，魔鬼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又是那种毁谤者，毁谤你，毁谤者，他也是说谎者之父。另外还有一些的拉丁文当中谈到他是路西佛，是带光者，是光明的使者，以及在新约圣经当中说到别西卜是鬼王，他在古迦南地方的一个神的名字，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当中都有好多不同的名词，不同的翻译，但是总而言之，他是抵挡者，他是说谎，他是控告者，他是伪善的，是装作光明天使，让我们知道说，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名字，都是指这个恶者，抵挡真理的。那么继续我们回到谁是撒旦可以吞吃的人呢？那个既然那个狮子到处的在游走，在寻找，在群体当中，究竟谁是可以被吞吃的？狮子在整个的群体当中，他就找到什么？找到最软弱的吞吃。如果你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狮子在那个丛林里面，一群的动物经过的时候，它就锁定这个里面最弱小的，没有抵抗能力，这是第一波要被吞吃的对象。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撒旦吞吃的人，就是恶人。谁是恶人？谁是恶人？做坏事的人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被称为义人，是因着我们接受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义，不是因为你是义人，是因为我们是被称义的。除此之外，恶人泛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撒旦吞吃，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最早出现的人类第一桩的谋杀血案，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那么该隐就杀了亚伯。那么到了约翰一书，我们读到新约，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老约翰就讲了，在第三章谈到我们不可以像该隐。为什么呢？他是属恶者，他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我们从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就看到，为什么在旧约时候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兄弟阋墙，因为该隐他是恶者，他杀了他的兄弟，并且什么？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恶跟善是没有办法，同时存留的。那么我们在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我们看到另外就是不听从神命令的人，我从圣经当中来解读。不听从神命令，很多不听从神的命令，有先知也不听从神的命令，假的先知。那么在列王记上也好，在历代志下也好，我们看到那个犹大王乌西亚，他就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其实那是祭司的工作，不是他能够去做的事情，也是他们不听神的命令，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其实基督徒最重要所谓顺服神，就是我们知道懂得如何听神的声音。基督徒我觉得最重要是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跟你自己的经验，乃是你借着圣经，那么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你就要去顺服神的旨意，不听从神的命令。在列王记上看到那个先知，就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他就被狮子就吃掉了，就被吃掉了。那另外呢就是骄傲狂妄的人，那么这些都是狮子要去吞吃的人。那我们也思想一下，人会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人吗？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很骄傲？可能我们不会觉得自己骄傲，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自己骄傲是自己没有办法发现的罪。 我常在这边说，骄傲就像口臭一样，大家都知道，你一开口就知道这个人很骄傲，像口臭，但是只有自己有口臭的人自己不知道，我们是骄傲的，所以这是
要靠弟兄姐妹啊，靠别人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哈、啊。如果当别人提醒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变了脸色，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就骄傲了，是不是这样？啊，就像你到医师的面前去看诊的时候，啊，医师就会用触诊的方式啊问你痛不痛，那医师的那个小的那个锤子或者一碰到你会痛的时候，你就马上就叫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骄傲狂妄的人，那另外呢还有一种人，就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你不认识真理，每天活在忧虑之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我觉得各式各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周遭、啊、就是我们虽然认识神，可是我们心里面满了忧虑，这个也怕那个也怕，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尤其在在疫情的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要警醒，我们应该要谨慎，这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过于忧虑，就表示我们不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过于害怕还是恐惧，我们不相信神的能力，我们对永生没有盼望，这些都是因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在那个地方，一个过于忧虑的人。另外呢，就是贪恋钱财的人，我们活在世上，金钱人人都爱，所谓贪恋那个钱财的人，就是过于，我刚刚今天要跟各位分享那个过于不及，其实有一条很清楚的那个界限在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来分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谈到，想要发财的人就会陷在迷惑，就落在网罗里面。我一直都有一种的观点，基督徒观点叫做刚刚好、啊、神量给每一位在座你和我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啊、我会羡慕葛振中、啊、我举例了哈，其实我没有很羡慕他了，振、啊、中在、啊、他在里面、啊、那我们羡慕，我们可能羡慕别人，我们羡慕他有很多的存款，我们羡慕他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我们可能羡慕他某一方面他很有恩赐、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经历神的印记，就是感谢主，无论如何在你我的身上都是刚刚好，都是刚刚好，就是过于不及，多了觉得主啊我不配，如果我有再多一点，可能我的生命我还无法去承担、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各位是不是能够理解能够体会。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中奖了，我真的 我没有买过彩券，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如果去买彩券，万一我中了怎么办？试探来了，试探来了，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去买了啊。那很多时候那种刚刚好是基督徒很重要，你跟神的关系，觉得主啊，因为恩典够用，我讲的更直接，恩典够用，去到刚刚好的那个点上面，多了也没有，我觉得神为我预备没有错，我看到那个姐妹长得年轻貌美又样样都好，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为我预备的师母叫做刚刚好，就是刚刚好，就是恩典够用，觉得那个人他是最适合我，我也最适合他、啊、就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贪恋、啊、就不会有贪恋、啊、求主帮助我们。那谁是撒旦可以吞吃？我刚刚已经讲了有五种人、啊、第一种人，不认识神的人，不听从神命令的人，知道神不去顺服的，骄傲狂妄的人，过于忧虑的人，贪恋钱财的人。接下来谈到第六种，谁是撒旦可以吞吃？就是不抵挡魔鬼。我们刚所读的经文说你要抵挡他，那个恶者狮子在，魔鬼在，但是神让我们穿上军装，你要抵挡。基督徒的生命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征战的生命，就是一种征战的生命。我看到现今这个世代好多人就是我用一种形容叫做我们没有志气、啊、我从今天整个的无论从政治的角度、啊、从国家的国运国事，我都觉得
我们在那个邪恶的面前，我们连抵挡都没有，我们就撤退。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会站起来征战的基督徒。我觉得神要点的就是这样的人。各位记不记得基甸要点兵的时候，对不对？要多少人跟神求，神让他说 我告诉你我要选的是怎么样的人，就是那个那些到了那个溪边用舌头去舔着水喝的，代表什么？这些人口渴难当，他不会把所有的这些装备就卸下来。那些警醒的人，那些能够高度自我管理的人，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生命，就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要失去志气，我们成为一群神可以托付我们，因为我们会有抵挡。我觉得这是这个世代 很少就缺乏传讲，我们大部分传讲就是成功啦，就是喜乐啦，就是平安。我跟各位报告，没有征战你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平安是征战最后的结果，各位哈，不是你的感觉。我们满足感觉，唱唱诗歌觉得唱得很好，你唱完歌转身离开这个会堂，你的忧虑就来了，你还是一样的软弱。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美好，我们是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军装，我们知道圣灵保护我们，我们知道就如同我们今天所唱的那个诗歌刚刚唱的，天父必看顾我。如果你不懂得天父必看顾你，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没有抵挡的能力。阿们。要抵挡魔鬼，无论如何征战其实想象比较可怕。好多时候我们都是还没有上战场，你的胆就已经破了。这个世代是这样的，因为撒旦是说谎的，是控告的，是毁谤的，让你还没有上战场的时候，你还没有上战场你就已经失去志气，请问你如何去打仗？这是一个这个世代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要抵挡就不要受到这个欺骗，你要知道说你是得胜的人，你是得胜不是因为你很厉害，不是你很勇敢，是因为我相信神为我预备的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我也愿意顺服神，我相信圣灵的宝剑大有能力。这就是征战，这就是我们凭借最重要的本钱。其次谈到第七项，就是贪婪世俗的人与世俗为友。多少时候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不怕得罪弟兄姐妹，我真的愿意来大家彼此来勉励，就是我们不能够一边要跟世俗做朋友，我们一边要希望我们自己仍然成为一个神所肯定的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基督徒。因为毕竟一个礼拜七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基督徒是全部交给主，主权是在神，我们过去不认识他，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义的奴仆只是不是只有礼拜天我们坐在这边我们是义的奴仆，是你成为义的奴仆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全天候的征战。撒旦不会因为你现在来这边就保护你，不，这个就放了你一马，不是，就是征战是不分时间地点。贪婪世俗，一个有立场的人就不贪婪世俗，就怕我们内心没有立场，没有真实的定见。那其次谈到拒绝悔改的人，好多时候我们应着景象，当我们应着景象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不愿意调整。基督徒的生命有个绝对的特色，我是一个做终身学习，我过去的背景都一直在学校里面推动成人教育，直到如今我所服侍的教会从周间所有的时间我们排满各式各样的课程，包括我个人自己一直不停地在进修，我连那个智慧型手机我们都有这些课程，让 年长的人，让高龄化的这些弟兄姐妹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周间可以透过运动，各式各样课程我们开，就是要做一个随时更新的人，
悔改的另外的一面，就是我们是一个不断的预备自己，接受新的知识，不断的有新的东西，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一直在改变。第九项，信心不坚固的人是狮子要吞吃的对象。信心怎么来的？信心怎么来？信心神量给我们。信心坚固是指什么？就神给我们的信心再加上你生命的经历。我觉得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神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在座每一个人，你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这个一样是我们共同在不同的环境，我们去经历神为你的人生来打造了一条路。有人在学术，有人在商界，有人在政治，有人一生在家庭主妇的当中，但是有个共通性，就是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足以去经历神量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是真理，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但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经历。昼夜思想神的话，除了思想神的话，也对应着你的人生。每天你的眼睛睁开，神就给你一天，新的一天。你会不会去思想，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习惯，当你一天结束，你躺在床上眼睛闭起来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把这一天赏赐给我，这天当中我如何的经历神，我有多，这一天的当中我是如何去经历神，我如何的去跟我今天早上灵修时我所读的圣经跟我的人生如何相遇。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大大的增长，大大的爆发。我们不能够，我的信心增长不能够看电视听别人说他的病得医治了。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里，是建立在每一个人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若非如此，我们就不敢告诉别人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敢对别人说吗？你可以对别人说我信的那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不起啊，他可能是小文又真又活的神了，他可能是荣老师经历的神，我不能把人家去经历神当作是我自己人生的经历。所以一个信心坚固的人，我们活着就是不停的经历主，借着你所思想上帝的话语，借着神为你量身打造着你的人生，你的生活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但神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量给你这样的人，为什么给你特别的经历，让你去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去经历神。有家庭主妇在市场上常常经历神，在买菜的时候他经历神，各位相信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在商业的场合，有人是 在学校里面，各式各样。但是一个信心坚固的人是因为什么？生命逐渐的长大。你不可能，一个人不可能说我只每天关在家里面，我只要关在家里面拼命的读经我的生命长大，不是这样。而是什么？就是你真实的生命，就是每一天你去经历， 你可能在职场，你在你的亲子，有人在自己亲子关系上面我经历了上帝，有人是在爱情的挫折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会因为这些你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你日益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因为我们更认识神。如果一个基督徒，圣经当中说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最第一重要的事，可能每个人都觉得不一样，我觉得我把我的歌练好，他觉得他要多奉献一点， anyway 都很好。但是竭力追求更认识神是在做你我生命当中首要的目标。竭力追求更认识神， 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信了主，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白活一场。我觉得生命最可怕的是当你闭上眼那一刹那，你觉得你白活了一场，这是最可怕。你可以把那一天提早多演练几次，多多思想一下， 我不愿意我是一个白活一场的人，我的人生一定要有价值，一定要有意义。哪怕我不是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但是你服侍神，神是知道的，无论神量给你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经历神，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另外
半途而废。有没有好多时候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手扶着篱向后看，半途而废，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我们满心盼望，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一首诗歌就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们曾经有那些美好的时光。但是曾几何时，当我懂得越来越多，当我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我经历了神的话之后，我接触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我的耳朵长浅，我的心越来越硬，我不容易再被感动。好多时候我们半途而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持守到底的神的儿女。再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刚刚谁是可以被吞吃的人，各样的人，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要成为一个有立场的基督徒，自己要去经历神给我们生命里面所带领的每一项事情。再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下，在这些属灵的征战，知己知彼，除了狮子到处游行之外，最厉害属灵征战，我们有榜样，我们的榜样谁？就是耶稣。耶稣如何面对？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老大，耶稣是元帅，元帅怎么打仗？你跟着学就是了，对不对？有没有范本？有范本。我们看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这是新约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基本的认知，这也是教义学里面。那么禁食40昼夜，有人说耶稣会不会饿？会不会饿？当然也会饿，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如果他没有作为完全的人，我们的信就不完整，因为他也不会痛嘛。他上十字架，他被鞭打，他有什么？他是神，他不会痛，所以你不一样哈。他是完全的人，他就饿。那个试探人的人，试探人的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他没有否定食物，不是单靠食物，所以我们要有食物，但是什么？重点是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也就是圣经当中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征战得胜最重要的一个利器。所以你必须要去知道，多读圣经，就像你到银行去多存点钱。对不起，我讲的不是很属灵，就是你就是储蓄，就是储蓄。你不知不觉日积月累，你让神的话成为你这个人的。基督徒有没有自己的人生观？一定有。那个人生观是从读圣经读出来的，你越多的神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滴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价值，成为你的人生，多一些神的话。所以耶稣的第一个征战是肉体上面肚子饿了40天没有吃东西，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有一样东西比食物更重要，放在比食物更重要，就是上帝的话。当我们基督徒知道说，也就是你里面的灵性的生命比你外面肉体的生命更重要，我引申从这样来说。其次，耶稣面对属灵征战，魔鬼又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耶稣说什么？经上记着说，对不对？三次耶稣都是把神的话拿出来，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就把这个背起来就好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感谢主。到了第三次的时候，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一次比一次挑战更厉害，从肉体上的挑战，到了对于他的信仰上面挑战，你不可以试探主。然后到第三的时候呢，第三个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腐败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撒旦退去吧、啊、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第三项挑战更大、啊、耶稣回答他，仍然是神的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觉得很简短的经文，其实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内涵，但是今天我的重点没有放在这里。在属灵的真正当中，我们就要跟各位勉励的是神的话，神的话。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你我更需要用神的话、啊、这三段的神的话就说，单单要侍奉他，单拜主你的神，也就是那一个价值的取舍，最高的价值不在这个世上跟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你看到今天整个台湾的政治局势，为了那几个位置，那个争的 那个征战，那种那种邪恶昭然若，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啊。但是你看到这些这么多人去争，这些人不是比你笨，他们都非常聪明的，他们都非常聪明。但是我跟各位说，没有永生的智慧，世界上聪明都会过去。单要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一个人一旦认识了神，有永恒的价值，有最高的标准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敢说世界上诱惑对你不起作用，但是当最高的那个价值，永生的盼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是你可以去支取的能力、啊、我没有讲到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都可以抵挡，当然有好多的基督徒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一旦那个最高的价值在你的内心对你造成一个吸引的时候，你会知道取舍，你会知道在关键的时刻如何的来取舍。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在结束之前，我跟各位分享，赢得属灵征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刚刚分享一个知己知彼，第一个阶段那个狮子吞吃怎么样，第二个阶段跟各位分享耶稣如何透过征战，第三个是跟各位分享圣经当中怎么说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第一项在以弗所书刚刚我们所读的六章十二节，征战的本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就是缠斗，就是缠斗、啊、那么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就是跟什么，跟神摔跤，对不对、啊、就是我们那个叫做华人会说天人交战，天人交战就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摔跤、啊、我们要知道那样的一个征战跟那个摔跤而得胜，你要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要知道它的本质，你就不会偏离。它的本质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就不要用血气的方式来去对应它，它是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着祷告，靠着神的话，你坚定的相信神的话，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在这个征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它不是你用一个血气的去争、啊、用肉体，用你的经验、啊、用你的学历，这些都不会管用的、啊、属灵征战的本质它就不是一个，它就是它是一个属血气的这种摔跤、啊、在雅各书第四章七节说，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雅各书当中告诉务要抵挡，刚刚我也提醒各位，我们不要被那个控告说谎者之父，就是战争还没有来临的时候，远处的枪响你就准备弃械逃亡，有没有这样，很多人是这样哈，当远处的枪声炮声响的时候，我们就准备，你没有信心就准备要逃走了哈。你务要抵挡，其实没有这么可怕，当你预备抵挡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真正的强者，因为预定我们是一群得胜的人哈。重点是我们务要去抵挡，你不要不去经过抵挡、啊、你抵挡他就逃走了。那希伯来书当中十章二十六节，刚刚我们所读到耶稣说不要去试探神、啊、也就是我们也不要去故意的犯罪，也不要去故意犯罪。很多时候、啊、基督徒是凭着自己的信心，我们不要故意的犯罪、啊、得罪神。那另外征战的关键，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生命的成长有好多时候经过了多少年的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一直都停留在主日来听听讲道吧，主日来听听讲道吧。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跟自己生活的规划，什么时候就改变？我今天早上在一人之家，我们几位长老其中有一个见证，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因为几位长老大家都有不同的领受，我没有在传讲帮他们说，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自己就说，我们三个都不合，三个人三头马车，一个教会三个长老三个想法，那牧师会在中间。我们到过去的三个月，我们就三位长老就一起联合牧师，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就约好，我们一起祷告，六点钟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跟各位说非常奇妙，仅仅是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整个的教会和好，整个教会改变，氛围完全都不一样。过去相争的两位长老他们就拥抱痛哭啊，都比我年纪还大，一把年纪抱在一起哭的，听说那个鼻涕都流在他对方的背上啊，我觉得很感恩啊，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活的神，当我们按着圣经当中的真理来行的时候，就叫做顺服。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让自己能够走下来啊，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很简单，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大家会背，但是有几个人愿意自己衰微？有几个人愿意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我必衰微，我的意见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委身的时候，我们愿意不被人看到的时候，是让神彰显的时刻。我觉得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很多大道理来说，就是单单的高举神的话，我们多一点去亲近神，我们让所读的神的话是我们愿意去顺服下来。说到属灵军章，大家知道，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背，但有几个人真正顺服说，我是一个每天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基督徒？你的弟兄姐妹看不出来，牧师看不出来，但神知道，除了神知道，那个四面游走的狮子都知道，我们不会被辖制的。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属灵征战，知己知彼。基督徒是不能够靠资历，基督徒不能说我已经信主40年了50年了，那大概就快见主面了，我们不能靠这个说，哎呀，圣经我读了8遍了，靠这个都没有用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一，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神不是司牧师的神，你的神不是荣耀长老的神，他要会成为你的主你的神的时候，多存眼神的话，让你在每一天日常生活里面真真实实的去经历神，去经历神话语的那个真实性，比你听100堂什么多精彩讲道，对你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更有价值，要去经历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怜悯你卑微的仆人，主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属灵的征战讲清楚说明白，但是我深信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在做奇妙的工作。主，让我们那些已经越来越刚硬的心，求主唯有圣灵可以让我们重新的活过来。主啊，唯有你的灵可以让枯骨复生，唯有你的灵可以重新让教会回转，让每一颗心重新来归向你。尤其在这个疫情，特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局势，看到台湾整个的政治的纷乱，世界的局势，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你是唯一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因着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胆，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如同保罗的经历，有一天主我们在你面前要宣告，那美好的仗我们都已经打过了，我们没有在撒旦的面前退让，我们成为一群能够抵挡恶者权势的基督徒。谢谢主，你怜悯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每一颗渴慕你的心，唯有主你自己的灵，你能够满足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有声无声，主你都听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